主席，剛才講到中央政策組的質素的下跌的成因呢，就是用人不當呢，即係當然佳叔越做越差啦，係咪，即係當佢嗰個生活圈子，當佢嗰個接觸的層面係越嚟越縮窄的時候呢，在掌握民意民情方面必然出現呢個問題。同埋當係你太過政治取向呢，喺嗰個學術研究方面呢，即係必然出現呢個偏頗。因為你有既定的政治的取向，就必然影響學術的獨立性和學術的理論呢對你的思維的影響。咁至出現呢個03年七一大遊行呢，即係當時我估計就起碼三四十萬人㗎啦。佳叔當時個估計呢係唔多過五萬人。咁所以呢、這個即係同嗰個社區同個社會社群的接觸嗰、那個嘅即係教呢、這個即係冇咁全面，同埋係呢個偏咗某一啲嘅社群呢，就掌握唔到實際嘅情況呢，呢、這個必然出現好多嘅研究又好，好多呢一個嘅分析又好呢，即係出現呢一個嘅錯誤。咁所以好多議員提出刪除中央政策組呢，即係人民力量呢係呢個嘅全力嘅支持的。你作為一個中央政策組呢，應該是能夠掌握香港整體的脈搏啊，即係我過去多年即係喺好多嘅培訓啲咩區議員咩計劃呢，我一開始我就講就話，你作為一個區議員又好，作為一個政府部門嘅負責人又好啊，特別啲中央機構更加係啦，你一定要掌握到呢個社會嘅脈搏。你自己的脈搏呢，是要跟你代表的社群那個脈搏一同跳動。當你感覺不到的時候呢，你就應該退出的了。因為你感覺不到你的社群的脈搏怎樣跳動呢，即是說你已經跟他疏離。出現這個馬克思所謂這個異化的問題呢，就必然出現即是很多的錯誤，或者這個意識上出現這個的分歧。判斷的錯誤呢，這個絕對並非任何公共行政人員呢應該有的即係情況啊，亦都絕對不健康。咁頭先啊，長毛批評啊陳志全議員話佢錯誤掌握呢一個嘅中央政策組嗰個功能同埋職責，咁所以即係佢話陳志全嘅批評嘅不當。我自己覺得啊，梁國雄議員呢，即係個演講技巧呢，就係、是、差唔多係全立法會之冠，嗰種生動啊，同埋嗰個嘅即係描述呢好生鬼啊，亦都好有創意。咁但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呢，就係佢唔係好仔細聽人講嘢，同王國興有啲類似嘅。王國興聽都唔聽呢，就即係用佢嘅思想，用佢嘅抽象嘅思維呢，就去幻想人哋講啲乜，所以好多結論呢係錯誤。咁啊，基於頭先啊，梁國雄議員冇仔細聽啊陳志全議員嘅分析咧，就錯誤了解咗啊陳志全議員就翻中央政策組高靜芝嗰個嘅表現，特別中央政策組負責呢一個嘅政府好多公職嘅聘用係超越中央政策組應有嘅職能咧。基於梁國雄議員唔了解呢一個嘅論述咧，所以有錯誤嘅結論啊。咁啊，陳志全議員喺度等佢再解釋。即係點解我哋要刪除中央政策組？其中一個嘅理由就係中央政策組應該係回歸翻去即係返璞歸真，應該翻翻到去自己基本重要嘅工作，就為政府嘅政策重大嘅政策咧係作呢個嘅研究同埋分析，掌握呢個民意民情咧，即係然之後咧係即係向政府提供意見，因為當你介入呢、這個實際政治嘅圈子，特別係人事嘅聘用嘅話咧，你必然係出現呢個嘅中立分析嘅錯誤嘅，係嘛？因為你已經有偏頗啦嘛。話呢啲人係透過你推薦入去某啲嘅組織，係嘛？咁因為即係你作為一個嘅中立或者係冇政治特別偏向嘅團體，向人提供建議咧。你嗰個獨立性、中立性係好重要嘅，即係當你冇咗呢個獨立性、中立性嘅時候，而向政府提供呢個建議，而特別你個中央政策組有政治任務咧，咁就必然會呢個嘅出錯，係嘛？特別邵善波
是講明，即係大家都清楚知道佢嗰個嘅罕用啊，即係嗰種即係強勢嘅姿態咧，係絕對唔適合做政策研究啊！你反為叫佢做呢個嘅局長啊，喺立法會同我哋即係對抽啊，即係呢個透過辯論啊，大家即係可能透過佢個雄辯啊，可能都會建立到政府部分嘅威勢。係嘛？就唔係好似有啲官員咁咧，就成日龜縮，唔夠膽出嚟。我成日都覺得政府啲官員咧，應該係要企出嚟啊，同議員咧係作呢一個嘅交流嘅。所以我嗰陣時就好欣賞啊，即係李國博即係李國章局長咧。雖然好多人就話佢太過強烈，但係我覺得做局長即係用咁嘅態度咧，只係顯示到佢自己嘅信心係嘛？唔係次次讀稿啊，啲友最叻就次次讀稿係嘛？即係讀完都唔知自己講乜。咁所以中央政策組個別嘅有幾位不同議員提出嘅修訂，有關有啲係削減某一啲嘅職位，有啲係成個中央政策組都全面削減呢，即係我都係表示呢個嘅支持。咁頭先呢只係回應返頭先梁國雄議員關於中央政策組方面嘅問題。咁但係正如頭先我所講，最重要呢，中央政策組必須要回歸嗰個研究嘅中立同埋個學術嘅重要性啊，咁就否則嘅話咧，即係只係另一個嘅衙門，充滿呢一個嘅張牙舞爪嘅政治打手啊，或者係另一個政治利益輸送啊，即係透過呢個嘅裙帶關係咧，而呢個嘅謀取利益嘅一個嘅機制，咁呢個咧絕非係中央政策組當年制定時候嘅職能，而亦非咧香港市民之福。啊，咁所以刪除咧係一個嘅最簡單同埋最呢個嘅利落嘅一個嘅方法。嗱，主席就我翻去我自己提出嘅修正案，呢個係修正案嘅726，呢個係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142削減455萬。嗱，呢個削減咧，大約相當於政務司司長辦公室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嘅委員會成員嘅酬金嘅全年嘅預算開支。啊，咁頭先提到好多即係關於委任嘅問題啦。咁其實呢啲委任咧，其實有兩方面嘅。啲委員會有啲咧係冇薪津嘅。啊，即係譬如我自己都曾經坐過好多即係。不同嘅委員會啦，特別係呢個嘅環境諮詢委員會都坐咗幾年，一毫子都冇嘅。哇！睇開會睇文件咧就一沓沓啊！特別我當年坐嘅時候係涉及到即係機場嘅發展，咁啊涉及到好多環境啊、噪音啊、呢個水質嘅研究，啲報告一沓沓，你係要嗰時純英文添仲，咁咧要睇啲報告，要開會俾意見，冇錢嘅。但係有啲委員會咧就有錢嘅喎，即係有錢冇錢好多時同工作量真係無關嘅啊！咁啊呢個就即係好即係個人，或者如果你睇翻成個嘅發展咧，你睇唔到有啲咩準則，以邊啲委員會即係點解會有錢，嗰啲委員會點解會冇錢係嘛？咁啊好多時係啲歷史嘅因素，或者當時某啲嘅司局長人員嘅個人嘅取向同埋呢個嘅決定。咁啊，但係。即係呢個啲某啲委員會有酬金嗰啲咧，就包括喺呢個兩個司長嘅辦公室負責呢個嘅統籌同埋管理嘅啊，同埋控制嘅。咁啊呢、這個項目總目142裡面嘅酬金咧，主要就係支付四個委員會嘅即係成員啊。呢、這個包括行政上訴委員會。市政服務上訴委員會、特邀顧問計劃同埋咧呢個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評審委員會啊，咁總共咧就有134人啊，咁就其中咧上訴委員會咧係有呢個49人啊，咁就即係嗱，你睇翻前頭先我所講咧，嗱呢啲委員會，咦點解？即係呢類委員會有錢，其他啲委員會冇錢呢咁。咁啊，我哋從個歷史，從嗰個嘅資料，即係嘅分析呢，都睇唔到個理據喺邊。
是不是這些委員會不給錢就沒有人做呢？是吧？即是正如剛才我所說，即是加下啲委任呢，特別剛才陳志全議員已經做了啲分析呢，即是現時好多委任啲人士入去呢，基本上都是透過嘅政治聯繫，透過某一啲嘅關係特別是如果你屬於糧粉陣營嘅話呢，或者直接糧粉嘅話呢，咁好多時呢就有條特別嘅通道。咁變咗呢個委任某個程度上就構成，特別呢啲委任嘅工作係有薪酬嘅話呢，某個程度上就另一種嘅利益輸送，係咪？加利益輸送個渠道好多嘅即係頭先都講過，譬如好多研究，哇！你又係行政會議成員，你自己有啲研究組織，跟住呢就以即係你自己啲老友負責某一啲嘅審批機制，又會批准你數以十萬甚至係百萬進行一啲研究。哇！你睇返過去，咦，即係同前年比較，你去年嗰個資助呢係多過前年嘅一倍。呢啲咁嘅例子其實係數不勝數。咁從呢啲例子係睇到整個行政嘅運作呢，嗰個走向腐化嘅程度呢係令人觸目驚心。真係一步一驚心。咁因為呢個腐化嘅情況係令到整個香港管治即係嘅質素嘅低落，亦都令到呢一個嘅公義呢係必然唔得到呢個嘅伸張。因為你委任嗰啲人選好多時係即係未必係因為嗰個人嘅能力或者去嗰個嘅對社會嘅參與嘅認同，而係基於同呢個梁振英嘅政治關係。咁呢一個即係用人為親嘅做法呢，即係絕對唔應該鼓勵。咁而特別一啲即係有酬金嘅工作，又冇經過一個公平公正合理嘅聘用嘅準則嘅機制，而係要支付即係400多萬嘅數字呢，咁所以我哋覺得呢係必須即係加以呢個廢除。因為就同我所講，即係加下呢個委任呢，好多時真係黑箱作業嘅呢個嘅輪選同埋因呢個嘅挑選嘅準則呢，即係更加係模糊不清你俾呢個中央政策組操控嘅話呢，即係絕對係呢個不恰當。因為我睇到呢、這個即係現時呢啲委任呢已經成為呢一個嘅糧粉同埋富二代嘅俱樂部，係咪？你有時見到啲富二代就返某一啲嘅時事政策問題講嘢呢，根本係令人即係感到恥笑嘅，係咪？根本呢就明顯係即係都唔知係咪中聯辦幫佢寫埋稿，到時就照讀。即係過去你都從冇見過呢啲咁嘅富二代就返啲民生政治問題有任何嘅發言，都冇亦都睇唔到有任何嘅參與。咁但係突然間呢，喺某一啲嘅時刻呢，特別最近關於佔中嘅問題呢，更加多呢啲咁嘅即係富二代都唔知道。我諗佢根本都未必了解到佔中係乜呢，就已經有好強烈同埋好清晰嘅立場同埋政策，係咪？咁照讀稿，咁呢一種嘅情況呢係唔應該出現。同埋我哋睇返家下現時即係好多上訴嘅委員會呢都係有啲，我一陣間會再補充呢方面嘅資料啊，多謝主席。